小普洱，我们的薯片好像吃完了，你看就剩下半片了，这样你一半我一半，你先吃。就这么点都给我算了？那我不是没得吃了，要不这样，我把你变成薯片好不好啊？哎，别，每变一次薯片我都要好久才能恢复。薯片别浪费嘛，你先拿好，这次我尝试一下看看用玩具松鼠能不能把薯片给变出来。感觉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。薯片来喽！抢我薯片的薯片，我得快跑，你慢喽。